职场如战场，尔虞我诈如家常便饭。我这呢有一个邮箱，所以除了你之外谁都不能看。有人举报你泄露供应商的报价单，希望你配合调查。职场升迁抢破头，长官照样能出卖。你把江经理所会的事情越级报给总部，你觉得你这么做对你有好处吗？总部将任命我接替江经理的位置。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未来综合台棋逢对手。